哎、欸，哭啊！我回来了，傻眼，为什么？断网了，太尴尬啦！怎么会断网？讲错话被断网了，真的是哭烂的。好，看来又复活了。对啊，没有错。啥耶？为什么？我这伺服器突然给我说断就断，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啊！这就是花木的坚强的生命力，没有错。啊！啊！去哪里？巴嘎亚路，巴嘎亚的，巴嘎亚路，哦，巴嘎亚路。啊！哭啊！哎，今天那个伺服器突然间爆炸，我傻眼了。好吵，可杀！哇！竟然说我吵，难过。不过说认真的啦，啊，以我自己啊，以我自己，我果然不适合温柔的类型，就是想嗨就嗨。我就是想嗨就嗨的那一种。想嗨就嗨，想跑就跑。想远走高飞就远走高飞，这样子，然后我要差点要被打死了。这应该是别人的越野车吧？喂！哇！不过，虽然我好像。对于做动画那些的，我都一直还蛮紧张的，就是真的怕说，万一我做的不好的话，我整个人要被当炮轰对象，就说啊，做这么烂怎么样的，是不是？不过我倒是觉得还是努力啦，毕竟这是所谓的新事物啦。我们要如何对待新事物呢？啊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是要嗨起来。新手话不至于。哦，确实啊，只是我不希望碰到认真魔人。自从上一次，不知道是哪个天才，哪个认真魔人，好像也被我500秒下去了。直接被我500秒，
对啊，如果跟新手较真的话，对啊，对啊，真的是毫无人性可言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真的跟这个跟新手过不去的话啊，那我真的是觉得哇，太夸张了。看，看刚刚走错地方，哎，天舞，哎，笑死！是那个西亚的观众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六个团，不是你们六个组一个 team 哦，要修哦，哇，你们六个组一个 team， 直接在下面闯，哎，笑死！太夸张了。正好我要去开通那个指挥区。我跟你说，蟋蟀，这个、世界上就有一两个毫无道德的人，是不是？这世界上倒是有毫无道德之人。好，确实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梳着油头，穿上我们的那个吊带裤，然后直接跳一个基尼太美吧，然后他妈走错路了。快点！对啊，这世界上都会有不道德的人啊。自从很久之前，我在巴哈姆特做了一个叫什么来着啊？忘记了。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，就是做关于在我在玩手游抽卡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又或者呢，我不小心把那个初始装给拿去分解掉的尴尬状况，然后我就拍了一个影片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就被骂爆了。直接骂爆，哎，哥啊！哎，他们把这里全拆了，哥啊！太狠了！然后我他妈出不去了。对啊，人就是要去死。这个确实当中呢，要带着什么人性啊？就是你要想道德沦丧，或者是命运的纠葛，都全部都要给他算下去。是不是？我说的对不对啊，米娜桑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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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哇，没有看到精英怪，那真的被他们灭掉，真的被他们灭掉了。兄弟，
按错了，按到交易。哎呀，按到交易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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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兄弟，这个给你，送你，送你的。你要吗？啊？他给我这个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太轻了，咋咪鬼名字啊？哭啊！也谢谢你，笑死！啊啊，到时候就是啊，兄弟，兄弟你好像不要，不要这样，亚贝洛，我怕。我怕哭啊！他们要去那里，可是那里好像已经被我刷掉了。那先回家好了。目前的状态啊，我要下车。司机，我要下车。老司机，带我走，为你献上一棒彩虹。带我走，带走一片彩虹，看着我，我只想要盖一个豪宅。可是我家变成这样。启动载具，轿车，轿车二点，还可以摆花色。啊，哭啊，不能改，难过。哎，我有一台车哎、欸。啊啊，按错了 ，sorry。按错了，喝水好。嗯，啊，吃完巴辣，喝一杯水。嗯。哦，好喝。好喝，不负担，太棒了！这个光照真的需要改一下。那我看看光照有没有什么落地窗之类的哦，生产器。特地你却要去那个哪里拿？我会怕恐游吗？我怕啊！我怕啊！上一次玩那个哪一款啊？忘记了，那个千灵，那个千灵送我的那个什么来着？那个恐鬼症，然后玩到我直接学那个动那个什么卡，不是卡通啊，那个连续剧的角色是怎么连续剧角色呢？那个雨佳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哪一部，那个风水世家，
我怕。看着那个一万邪恶点数挑战，冷静，娘娘，请冷静，别冲动，冲动便是阿克玛的。我想对你话，等一下，你冷静，别冲动。我知道你想干嘛，但是你先冷静。突然间，我知道你想干嘛，但是先冷静，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啊！你没想干嘛，可是你的表情都知道你想干嘛了，哥啊，哥啊，笑死！我没有要对兑换恐流。我觉得你这很想兑换欸，笑死。到底哭啊，因为你也不想看。没事啦，我会玩潜，不是，我会玩恐鬼阵。那个谁啊，那个男人，那个千灵，他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玩恐鬼阵啊？”我那时候跟他讲说：“你哦，我跟你说哦，你只要买给我，我就玩。”结果靠杯，他还真的买了。然后那一天我就开始玩恐鬼阵，我想到更有意思。什么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，娘娘？所以可以兑换吗？我觉得你想换什么很奇怪的游戏，我怕色游不行啦，色游不行，相信你。来，那我相信你哦。不是啦，那个会被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有个工商，虽然我的等阶级没有到，不过很扯，竟然有人跑去工商哎，一款微色情游戏，我整个人傻了，想说靠，还真的有人去工商哦，哭啊！而且还要遮罩，所以你可以兑换吗？可以啊，请啊。那我思考，那我看看是什么游戏啊，会让女将念念不忘。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挑战什么东西？真打怀，我还没买哎、欸，哭啊，姐，我还没买哎、欸。等你买，我伤口关，我真的会哭死。上次的那个恶灵古堡四，我都那个哎、欸。我都没有无伤拳过哎、欸，笑死！哇，到时候右茶看到这个马上就醒了，就说什么花木要挑战艾尔登法环，这是真的吗？花木，那款太贵，要不然我直接买哇。哇，我直接跟你说声富婆，富婆啊！哇，果然是女大金砖啊！
女大金砖。先欠着，先欠着，笑死！你不要忘记就好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一定一定。我就要像刘备一样，刘备就说啊。那个什么、啊、我忘记那是哪一个漫画，那个赵云啊，赵云问那个赵云问刘备啊，说啊不要忘记我，一定望洋安安啊，晚上好晚上好，哇这么晚也跑来看，哦煞是不利啊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件很惨烈的事情，那就是我接下来的工伤没有，我因为那个没有达到，与其说没有达到，不如说名额太满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玩新游戏给大家看了。怎么可能不来呢？啊，没有错啦，你们都是我最要好的观众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爱人登把环呢，笑死！哭啊！我看一下多少钱哦，我忘记了，我记得本体。如果你要我连 DLC 也要买的话，很贵。我跟你说很贵。哎，你一定要先打本体，对啊 ，1790本体，然后 DLC。哇哇！我就直接崩溃，先来个喷嚏无伤通关，我的妈嘞！救命！再1000多 DLC， 是哇，各种需要钱呐、啊。They bought the mon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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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. 想买来送口木都要犹豫，他没办法，因为那游戏很贵啊，他怕买了到时候哇，到时候我要怎么？3000你可以吗？没事啊，不着急不着急，这个过一段时间吧。很特价，大不了我去那个啦，周的问一下，问有没有二手，直接问说，有没有二手啊？我想要二手啊。我再看看，或者是有人有可以分享给你，所以我要找，可惜你没有，没事，下次一定。墨叶姐姐搞不好有，哦，对啊，确实。没事啊，这个真的不麻烦墨叶姐姐了。哇，我跟你说，墨叶姐姐她是，我忘记她是买实体了，是不是？还
是还是买光碟？哎、欸，不是实体的光碟啊，我在想什么？那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买。买线上版，因为线上跟实体会有一点差异吧。嘿，我差点把我的车给填海，笑死！哇，车辆填海啦，填海车。哦，对。竟然我抽不到那个游戏，不过我可以那个就是分享那个游戏的名字给大家。可惜没有拿到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还会有那个给观众们抽奖。那个沉默意志好像听说是台湾朋克的新游戏啊，可惜没有弄到工厂，哭了。如果小哥烧你还有我，烧你还有我。说你快乐的时候，我们能一起。哎、欸，哭啊！突然间卡词了，救命！好，现在几点了？哇，我靠，我靠，想烧木了，哭啊！别啊，雨酱，别啊！看我这么可蔼可亲，是不是？小啦，我等一下被烧死。我等一下要被烧烂了。好啦，那么我先我要下坡了，要关台了。关台先让我上下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我靠！呜呼啊！哎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呜呼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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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救我，菩萨！好，那么今天直播就告一段落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阿里嘎多狗仔妈是那个呜呼，快笑死了，笑死！好啦，那么今天实况就告一段落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阿里嘎多，然后不好意思，今天断网，我严重怀疑是那个库拉在咬那个网路线啊！最近台风嘛，台风妈的，鲨鱼都跑来咬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就这样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然后我把你们丢给星星雅，把我跟他问声好，然后我是幻木，我们下一次见啦，要结束了，对啊，没有错，休息啦。好啦，那么就这样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然后我是幻木，我们下一次见，各位拜拜。